这里，你在哪里出生啊？啊，你快到这个角落，你快到。啊。你说我现在不想爬了。你看他自己干净。他说被我发现了。爸爸的奸计被我们发现了。爸爸那个小金子骗得过我谢将军吗？妈妈。哎，你说我是谢将军哎。刚刚谢将军是这么好骗的吗？摔的东西吗？